莎莎啊，你以前听讲，当爸爸老啊，哦，都准讲你嫁人啊，你嘛要带你处理，哦，你要随时照顾，哦，啊，陪我去散步，哦，你嘛要学做一寡老岁人食物件来给我食，哦，啊，你讲，你要做我的全职看护，哈哈，哎，啊，今嘛嘞？ 说电话，我想要做你的全职看护啊！你看，这个天公伯哦，是不是做够创治人啊？唉，其实爸爸知影啦，你甲我讲遐话哦，你是咧甲我使奈哦，还是讲哦，啊你无说你，你犯什么过错哦？你就赶紧让我吹个电，讲我欢喜。 哦，较免互我处罚，这招哦，永远无效。哦，因为爸爸甘愿互你来，我甘愿互你骗。哦，唉，想叫你想我的姑嫂囝，我不信你，为什么人会当信你？ 我听你想讲，我就讲我离开啊，你都真正无亲人啊。啊，不过，刚才啊，刚才你好命，我早该好命哦，可你拄着永辉，叫你负责任的阿婶。 安尼我都放心，啊！现在啊，佫拄着张小英的灾情啊，佫连累着你啊，佫受着伤害啊，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唉。 讲起来啦吼，珊珊啊，哎、欸，爸爸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哦，爸爸哦，哦，可能要找到你的姐姐啊，嗯，嘿嘿嘿，我嘛是真嘛才知影呢，你有一个姐姐哦，伫流浪另外口，哦，啊，我咱甲带转来好无？咱甲带转来吼，甲你姐姐带转来厝，哦。 啊！你赶紧好起来，我来看看你姐姐的姐姐，吼、哦！爸爸想讲，你一定真欢喜哦。你有一个姊妹啊，是？唉，啊！你赶紧好起来，等你好起来，你的人生都无同啊！吼、哦！有一个爱你的后生，嘛有一个爱你的姊妹啊！
上山被气过来啊！啊！珊珊。喂，爸，珊珊现在多少钱不？真是啊！啊，医生敢有去看伊？好，我今麦随去啊。珊珊安怎是？我妈讲哦，珊珊真有可能精神诶，伊手有叮当，我今麦去病院啊，伊精神会当看着我。哎，安尼就好诶，较详细咧。哎呀，明天我吃袂落啦，我今麦要去病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嘛想要去，我嘛想要看珊珊。好啦，我联络一寡大事啊，啊，咱则做伙去病院。好，咱就先去准备车。替我促销下晡的会议。什么名？啊，好啦，你紧提来给我啦，我今仔个要出去，好。喂。你遐替我找一个妹仔，脚手较扭捏，十分钟来过来陪伊。我要趁吴天成伊拢伫个时阵搬一出戏，所以搬完了后，伊要马上离开台湾一段时间，袂当互人掠着枕头。安怎？你遐敢有啥物人较适合？伊袂用个啦，我男朋友一讲讲黏条条。哈，迄个较袂用个。饮酒了后，我拢使了我白讲。哎，你遐拢无人啊是？好啦，伊应该是会使。你过过来时阵，咱改做是护士。啊，若是衫较短裤，来病院才偷摕就好啊，安尼较省钱呢。做伊的动作啊较慢，知无？啊，若是要演啥物戏，剧本我阁传互你看。拜拜。我要做百亿千金，搁差一步，我的计划就要成功啊！医生拄才刚有入去过啊，医生已经检查过啊。哪里珊珊嘞？你刚清醒啊？刚拿阿伯册，入去看珊珊。嗯。爸，医生拄才安怎讲啊？啊，医生，我做过检查，伊讲，什么是正常的身体反应啊？无什么特别所在，叫阮哦免想伤多啦。啊，这就安尼哦。是啊，我本来想讲，叫恁来，大家做伙防疫一下啊。结果，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您先别艰苦啦。啊，虽然是普通的生理反应，啊，不过这么代表讲珊珊的神经开始有反应啊，会动就是好代志啊。咱要安尼想，无得靠珊珊真正是愈来愈好，愈来愈稳定啊。好啦好啦，希望像你讲的啦，珊珊愈来愈好。一定会啦，董事长。啊，你看珊珊之前拢袂当叮当，啊，不过今嘛伊的神经有反应啊，就代表伊嘛咧进步啊，敢毋是？我珊珊都伫遐几个月啊咧，你看，伊毛拢消落去啊！我逐工替伊咧翻身啊、掠铃啊，我看伊安尼一直遐消散落吧，我是足艰苦的呢。而且医生讲啊，都总讲试过来，嘛要做复健一段时间，这是真痛苦的代志，伊敢法度忍受？爸，你莫安尼想啦，啊珊珊这样友好，伊若是看你安尼哦，伊就唔甘的啊。总经理，我看你袂当处长讲句句仔话啦，我去替你买一寡食的物件转来好啊。买东豆无食，我想当处长应该嘛是啥物物件，我无食着无。我免啦，哦，多谢啦，安琪啊，我难得哦，你是我这周转的啊。无啦，这是我应该爱做的啊，当处长，你嘛是爱食这么物件，爱补充你的体力。安尼才有精神照顾珊珊啦。我若是讲真正食袂落，无安尼啦，我去买煲汤回来好啊。啊汤哦，加我啉一点嘛，你讲好不？我真正免，啊你照顾英惠就好。爸，
你伫遮看珊珊哦，会愈来愈有准啊。无，我陪你哦去行行的，安尼哦嘛较有精神啊。哎呀，你看，本来叫恁来哦，我想要甲恁讲啊，珊珊要精神啊，哦，恁大家欢喜一下，结果煞互恁烦恼我。哎呦，这是，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咧出去行行，看免切恁的鱼哦。开完呢。珊珊一定好起来啊！你一定要好好顾你的身体哦，安尼才会当陪伊过以后的日子啊。是啊，大组长，你想看卖，珊珊以后该生囡仔，伊都有孙啊呢。啊，所以哦，你把身体顾好，筋骨嘛要顾好，安尼才有气力把你的孙抱起来，飞高高啊！飞高高，我免得我的气力啊！哇，啊，因咧人囡仔，我边看就好啊。哇，迄个画面，我唔知是不是看会到。一定会，珊珊一定真紧就让精神啊，你放心啦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少年时吼，我敢若顾事业啊，我无时间陪因母仔，嘛无时间加死鬼。啊，若无，啊至少珊珊起码都加几个兄弟啊姊妹会当陪，厝里嘛较闹的，对。哎，爸。提供背后会安排啦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好啦，希望安尼啦，好，我跳啦，安心啊。等下你报告出来吼，你都是我的走仔，遐尼多年来吼，我无好好照顾你，你都要好好报偿。无啦，董事长，你先莫想遮尼济啦，我无可能是珊珊的姐姐啦。无得卡真正是遐个资料有啥物问题，还是讲吼，迄真正是巧合。若是真正结果出来，我毋是你的查某囝，安尼你会足失望的，我等对足自责的。我相信咧报告别骗人咧，我再讲啊，我相信这拼仔的天性哦，迄是别骗人的啦。董事长，我是真正足烦恼的，若是你对我真正抱遮尔济期待。到时阵，我若真正唔是，我来去啦，你别烦恼，就总共真正唔是啦，喏，我嘛爱甲你收起来，做起查某囝，好无？啊，到时珊珊嘛，赶快叫你去那姐姐。这哪会用诶？我抱未起啦，我不叫你好运啦。安怎？你是去嫌我吗？还是讲你无想要照顾一个老人，一个病人？无啦，董事长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误会。有安尼啦，咱即马是要想遮尔济，为你安尼，我的压力嘛足大啊。咱即马重点应该是先照顾珊珊，咱珊珊精神，以后再去讲，好吧？是啦，爸，俺是讲了无唔对啦。即马上重要是哦，赶紧给珊珊精神，其他代志哦，以后再去讲。还创啥？帮珊珊打针。你的证件。有人在去珊珊的病房。嗯，应该是护士要入去做护理治疗了。带你来看一下好啊，较保养。欧巴。